鹿晗最新照片曝光，网友说像油腻的韩国大叔，该回炉了。近日，一组鹿晗的最新照片被曝光了，照片里的鹿晗被评颜值下降了，更有网友评论鹿晗颜值下降，脸垮掉是整容后遗症所致。而鹿晗到底有没有整容呢？自从鹿晗与关晓彤的恋情发生之后，网上黑料不断，吵得最厉害的就是鹿晗整容。根据网络上流传的童年照片与现在对比，还是能看出非常相似的。青少年时期虽然打扮发型杀马特，但是还有现在的影子。鹿晗高中的同学也曾发声，力证鹿晗和高中时期一样。有人做了对比照，坚信鹿晗微调过。现在就算是普通人，微调整容也都很常见。作为明星，为了上镜调整一下更是正常。大家觉得鹿晗到底有没有整容呢？